你敢到我的地盘来？你是想搞到什么东西吗？ 君子，我觉得他们不足为惧。你他妈来这里干什么，朋友？ 能做到，只要搏一把。看看这是谁呀？只有傻瓜才会闯进来。原来你也……没把你吓尿吧？ 这个该死的小丑，需要帮忙吗？